86, 中国新闻网2015年7月22日8时40分网站 URL 连接，体育新闻罗比尼奥选琱 j 因在巴西名氣大，一个通宵談成 http://www.chinanews.com 参赛2015年7月22日749709 shtml 轰动事件。他解释，这是因为斯科拉里此前罗比尼奥接到了来自克雷塔罗、克鲁塞洛等其他巴西俱乐部的报价，以及来自墨西哥阿联酋俱乐。关键字：塔罗。